啱啱今年而家1月4日，咁啊，恭祝大家新年進步啦，身體健康啊！咁我亦都係硬著頭皮咧，繼續講一啲道教嘅故事啊！咁我啊，再重複，我本身唔係一個道教嘅信徒，亦都唔係高人，我5尺7寸高嘅啫。啊，咁我在座啲朋友高過我，即係你哋係高人，我唔係高人啊！咁但係咧，身材短小咧。都不得了啊！我哋啲國家領導人好多身材短小嚇、啊，我只是一個平庸嘅人，我亦都唔敢講話中庸，中庸好得得了嚇、啊，我是一個平庸嘅人。咁只不過咧，我係將我呢近呢幾年咧睇書咧領略到嘅東西咧講翻俾各位聽。咁啊，目標咧就想啟發大家咧對我哋呢個中國傳統嘅文化同埋歷史啊有一個興趣。因為我感受到咧，我哋好多中國古代嘅，即係我哋古代祖先嗰啲智慧啊，我哋認識唔到嚇，咁好可惜。咁啊，希望咧，我哋花多啲時間咧去探索一下嚇。咁啊，道教始終都係一個宗教啦，係嘛？宗教就好難去辯論啊，邊個係好宗教，邊個又冇咁好咁樣，係嘛？呢、這個我哋唔講嚇。只不過咧，我就利用我啲講座咧。就是講翻啲歷史，就是過往咧，我哋祖先咧將一啲信仰咧點樣記錄落嚟，係嘛？咁呢個係咪真相咧？唔清楚嚇。咁啊，有啲你認為係神話都未定嚇。咁只不過咧，我就希望咧透過呢啲記錄啊，同埋我自己嘅領略咧，話翻俾各位聽。咁希望大家咧去深思咁樣啊。我唔敢同各位去交流。咁就當然，我亦都唔希望咧，就係、是、對某一門嘅學問咧太過迷信啊！我哋可以去信，但係唔可以執迷不悟啊！我哋應該要開放去睇佢。咁所以咧，我啊就同埋廟宇委員會做一系列講座咧，都係盡量攞呢個角度咧，去即係講多啲嗰個資料，等各位咧自己去諗啊！咁啊，呂洞賓。咁我好細個咧，已經識得呂洞賓嘅啊。咁啊，八仙啊，八仙個都知啦啊。八仙咁八仙咧，咁我細個好牙刷，咁啊成日同我講八仙係邊幾個啊？咁樣大家鬥念書啊，咁樣啊。咁今日咧，我係只係講八仙裏邊其中一位啊，就係呂洞賓啊。咁呂洞賓咧，後來咧佢嘅地位咧，我越嚟越重認識佢啦。因為我細個只係話八仙咁樣，八仙裏八個神仙裏邊一個啫，係嘛？咁八個神仙裏邊一個咧，似乎又唔係大阿哥喎。啊，我哋數八仙咧，第一個行先係緊咩啊？漢鐘離啊，成日諗漢鐘離，漢鐘離咁樣啊。咁啊，跟住先就係咩？呂洞賓啊。咁啊，照咁排嘅時候咧，佢排第二嘅啫。咁啊，唔係漢鐘離。咁同埋咧，對我有即係俾我一個好嘅印象咧，好深嘅印象啊！就係、是、八仙裏邊咧，就一個女士嘅啫，就何仙姑，係嘛？咁啊，另外咧喺南樹嚟講咧，就係、是、鐵拐李好特別啦，因為佢跛咗只腳，係嘛？拐下拐下，另一個咧就漢鐘離啦，因為漢鐘離咧點樣啊？打開件衫咁樣，露出個腹部咁樣啊，好似成個好似佛教嘅彌勒佛咁樣啊！咁所以呢啲俾我印象好深。反而呂洞賓咧，就真係一個咩好典型嘅道長，係一個好典型嘅道長嚇、啊。我細個咧，佢俾我印象係咁樣嚇。咁、啊、佢戴著個頭巾帽啊，咁著住道袍啊咁樣嚇。咁啊，仲、啊、有一樣嘢比較好特別嘅咧，就係、是、我哋小朋友好中意睇武俠小説嘅嘛。啊，竟然間呢個道長孭住把劍啊！咁呢個好特別嘅。啊，咁我哋張天師就揸住把桃木劍咁樣啦，咁但係張天師個樣咧就係點樣樣？就係個樣係比較啊惡嘅，係嘛？好惡嘅樣，因為佢要捉鬼啊嘛。咁啊，而係呂洞賓咧係一個咧啊有須嘅，好似書生咁樣啊，但係竟然間咧佢孭住一把劍，咁、啊、呢樣嘢咧就頭先咧我同事咧介紹話，呂洞賓咧係咩？係文武全才。咁你唔好睇輕呢一樣嘢喎，文武全才。今時今日我哋都追求呢樣嘢。你讀書叻，你係想運動叻，係嘛？運動叻又未必讀書叻，係嘛？
啊，咁我哋今時今日嘅觀念啊，冇啊代表運動方面啦，係嘛？啊，咁啊，你體育健將咧，好多時候咧就因為咧掛住去練習，就未必讀書咧攞到好嘅成績。但係如果兩方面都得嘅時候咧，咁好犀利啊！咁另外咧，我哋又講話文武全才咧，而家去講就係文科，武咧就代表理科，係嘛？理科咁樣喺個技術啊，睇下做醫生啊、工程師啊咁樣，啲文武全才。咁所以喺古代嚟講咧，去一個書生能夠文武全才咧，喺八仙嘅呂洞賓身上咧反映咗出嚟。嚇、啊，咁我點解要介紹呢個人物出場咧？咁好似好細微嘅嘢，但係我一路反思就係話，點解我哋中國道教徒裏邊？是这么特别推崇吕洞宾。八仙里面其实吕洞宾的老师是谁？就是汉钟离。啊，那应该呢我们要捧压汉钟离出来。但是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呢是未必知道呢，原来呢他的老师就是吕祖的老师，原来就是汉钟离。啊，那汉钟离呢他正式的名字呢就叫钟离权。咁啊，汉钟离咧就系、是、啲人误解咗佢系汉朝咁解吓。咁、啊、其实钟离权咧，佢话我系天下间一个散汉，散咧就散，即系散开个散，即系我一个游手好闲嘅汉子嚟嘅啫咁样。咁但系人哋後來一見到個漢字咧，就以為佢係啊漢朝嘅人物嚟嘅。咁因此我哋而家一路咧去講咧，就忘記咗呢個名嘅鐘離權，就反而叫做漢鐘離。咁、啊、嗱、啊，我不如咧就啊講下呢位老師同阿呂洞賓嗰種關係、啊。因為我頭先講過咧，我哋係要聽下故仔。呢、這個故仔咧。真真假假呢不知道，要考证、啊、不过呢我们在古代的书里面就记载了呢很多吕洞宾的故事、啊、这样东西很重要。八仙里面呢只有吕洞宾的故事是最丰富的，你不要看轻这一点、啊、因为如果我们要捧何仙姑出场呢，故事讲不到多少、啊，咁但系一讲到吕洞宾咧，就好多古仔讲，同埋吕洞宾咧，竟然间会流传咗落嚟有啲诗句，因为佢书生嚟，啊，咁有一啲学者咧去考证咧，历史上咪有一个人真真叫做吕祖呢个人咧，咁样，啊，咁当然我哋而家话吕祖就有一个尊称啦，啊。咁佢个名叫吕牙，岩石个牙，吓、啊。咁有好多考证咧，就话佢一定系唐朝嘅人噶啦。咁唐朝边个时代咧都好多争论。咁我哋暂时咧就认定佢系一个唐中期嘅人物，因为揾到咧佢嘅阿爷爷，佢爸爸喺唐朝做过大官，吓、啊。咁啊，做到咩？做嗰个地方嘅刺史啊！刺史咧，就等于地方首长噶啦，即系省长嗰类。咁一个相当高嘅官位嚟嘅啊！咁于是话，其实吕岩咧出身好好，出身好好啊！咁因为成家人咧都书香世代。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是怎样呢？要考到科举。但是据这个历史的记载，吕岩呢竟然间两次考科举呢都考不到，很失落的、啊啊、已经年纪大了都考不到科举、啊、跟住下来呢就吕岩呢就有一个新的演变，因为他考不到科举，失意于科场，咁就流落于喺边度咧？喺当时唐代的首都长安，啊，咁喺长安嗰度，咁啊
很失落的時候，當然走去喝酒啦，走去茶餐廳啦，雖然他是公子咁樣，都冇辦法去五星級酒店啦，係嘛？咁啊流落於茶餐廳。咁啊茶餐廳咧，就突然間見到有一個形象好特別嘅道士走入嚟。其實嗰位咧就係鍾離權啦。嗰個走入嚟。咁走入嚟咧就同佢傾偈，同佢傾偈。咁呢段故事咧就發生咗咧。一个很美丽的民间传奇，就是黄粱一梦。黄粱是五谷之一啦，咁个故事点样呢？就原来咧，阿吕岩咧就同阿钟离权咧倾偈咧，倾倾下偈，瞓着咗觉。瞓著咗覺咧，咁佢個夢咧係點樣咧？就夢到咧佢自己咧高中咗狀元啊！咁啊高中咗，跟住咧一連串嘅好事就發生啦啊！中咗狀元，就跟住做咗大官，跟住咧就娶咗富家女啊！咁啊又生咗一仔一女啊！咁啊當然佢開始咧就～做到丞相咁高，但慢慢咧就一路爬啊爬啊爬上去，咁於是咧佢就飛黃騰達，平步青雲，又有妻有妾，又有官禄，又有子女，咁咪係好好嘅環境。咁點不知咧，到後期嘅時候咧，佢就得罪咗一啲敵人，咁敵人咧去皇帝咧參就佢。咁因此咧，佢就受苦啦。受苦咧，佢就点样咧？就俾皇帝咧，就贬去咧冻嘅地方，冻嘅地方啊。咁啊，佢就要离乡别，即系离开佢自己繁华之地。咁啊，好失落，好失落。咁一路走嘅时候咧，就感觉好凄凉。突然间咧，就醒咗。咁呢样嘢咧，就原来一醒咧。就阿鍾離權話俾你聽，哎呀，你醒咗啦！原來咧，黃粱飯咧仲未煲熟，即係等於我哋去食煲仔飯一樣。我就叫咗盅窩蛋牛肉飯。咁啊，酒樓經理話半個鐘頭先至可以煲好啊，唔緊要，唔緊要。結果咧，佢煲緊個窩蛋牛肉飯，我就瞓著咗覺。瞓，即係咧，女癌一樣瞓著咗覺。咁你瞓著咗覺啦。到后来发现自己穷途末路的时候，竟然间扎醒了。扎醒了呢，钟离权告诉你，哎呀，你醒了，那煲饭都未煲熟，未煲好。这个呢就是一个美丽的梦，就是黄粱一梦。那这个黄粱一梦呢 是影响整个中国那个传统信仰。亦都同我哋個德育好有關係，因為李岩咧一路以嚟咧都係想做大官啊嘛，咁啊夢寐以求都係想做官嘅，結果咧佢真係如願得償啦，真係發夢去做官啦，而且咧發夢做咗一個好高嘅官，乜嘢都有曬啦，但係最後咧佢就係醒咗，咁呢個咧由一個好夢，對到最收尾醒之前咧就變為咩惡夢。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因此钟离权就告诉吕岩听，其实富贵不足喜，贫贱就不足忧。名利都是身外物啫，金银珠宝。你有儿有女都是第二个人来的。你自己是你自己。你的仔女都是第二个人。你的金银珠宝都是不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都是你旁边的东西来的。所以说你好梦可以一阵间就变为恶梦。当然你可以说头半句你可以发一个恶梦，跟着有个大团结果变成好梦。但是好梦恶梦呢都一刹那之间。那何必呢这么计较呢？
所以女男呢醒咗之后呢就深明呢个道理啊，咁因此呢就拜咗阿钟离权呢为老师。嗱呢度呢就是、一个版本啊，呢、這个版本呢我讲出嚟都冇乜激情，因为黄粱梦好多朋友都听过啊，咁啊我喺度呢推销个德育呢都冇乜新意啊，未听过啊。我讲第二个版本，呢、這个激情一啲嘅啊。呢、這个第二个版本呢咁又係喎，又係阿吕岩呢同阿钟离权呢喺间酒家度饭，咁佢又瞓咗咗觉啦。咁瞓咗咗觉今次呢就係、是、阿吕岩呢就唔係做到宰相喎，叫大兵，叫大将军大兵。咁又係當然啦，高中咗啦，高中咗皇帝就分配佢。咁啊，因為我哋頭先都講過話，呂洞賓不單止係文采好，仲係咩武功高強嘛啊，所以今次第二個版本咧，佢係大兵咧去打啲賊啊。咁當然每一個政府每一個官場啊，都有好官有壞官啊。咁任何官咧，都不是面面俱圆的，都有他敌人的、啊、所以呢阿吕岩呢做了一个大将军，他一样有敌人。有一次呢他出战之前呢，他的敌人呢就请他喝酒，请他喝酒。他一喝了酒之后呢，阿吕岩呢吐血大家知道什么回事、啊、即是他敌人呢是想怎样、啊、是想伤害他、啊、不知道给了什么酒的，咁令到吕岩咧吐血，咁吕岩吐咗血之后咧，咁佢知道有咗警惕，饮酒啊可能伤身啊坏事，咁、啊、跟住咧佢去打仗，但佢打仗咧佢自己咧又犯咗一样嘢，就系话敌人啊，即系嗰边嗰贼，就系、是、贿赂啊吕岩，俾咗啲珍珠佢。咁啊，叫阿吕岩咧按兵不动啊，咁啊等咧佢哋有一个缓冲嘅时间。咁啊，吕岩真系受贿喎，攞咗啲珍珠啊，咁啊以为自己啊又有钱又有名又有权，好啊好开心。咁于是咧，佢攞咗啲珍珠咧就翻佢个府邸，点不知咧佢嘅噩梦又嚟啦。佢翻屋企嘅时候咧，发现佢太太咧，原來同佢嘅敵人咧點樣講通奸啊！咁啊，發現咁嘅情形之後咧，好嬲好嬲啊！咁好嬲咧，咁因此點樣咧，就休咗佢夫人啊！咁即係話咧，吕岩咧又深深睇住一樣嘢啦，色女色都要小心啊！佢夫人當然係一個美人。但这个美丽的妻子原来都可以做一些对不住他的事、啊、因此呢酒色他都深受其苦、啊、因为他贪污拿了珍珠，又被个敌人告发了，告上朝廷，朝廷当然捉他啦、啊、一捉他的时候证据确凿、啊、变了呢吕岩咧要惩罚佢啦，所以吕岩又睇到一样嘢，酒色财，钱对佢嚟讲咧都会令到佢伤害吓，冇办法啦。嗱，酒佢受过伤，色佢又受过伤，因财佢亦都受苦，贬咗官啊，咁就要拉佢，差唔多要去判死刑。好耐咧。好在有人救了他呢就要去充军、啊、充军呢就带埋他一仔一女，又是一仔一女、啊、那么离开京师呢就去远处冰天雪地的地方。那么吕岩带埋他一子一女去到郊区，好冻，饥寒交迫，要死咁滞。那竟然间遇到一个斩柴的樵夫，樵夫见到可怜他们，带他去一个农家的屋企、啊、
咁啊去俾一啲水佢飲，同埋可以去避寒啦。咁原來呢個農家屋企咧住咗咧嗰個主人家一個道姑嚟啊。咁、那個道姑咧就招呼阿女岩一家人入去裏邊，就俾茶佢飲。點樣知女岩飲咗一茶嘅時候咧，道姑原來有個仔喎，個仔喺出邊翻嚟喎，一翻嚟一見到，哎呀，點解有陌生人？在他家裡以為什麼？以為女岩他們呢是不好人、啊、那這個兒子呢二話不說殺死了女岩的仔女、啊、那跟著呢就準備攞把刀呢斬了女岩了，女岩大吃一驚醒了醒了、啊、那最後這個片段呢就代表什麼呢？酒色財氣，女岩最深的是受氣、啊、那四樣苦處呢，四個苦頭呢她都受了、啊、那她醒了之後呢，阿鍾離權呢就說、欸、煲飯還未煲好、啊、但你已經呢體驗了人生呢四大苦頭，酒色財氣、啊、這四樣東西好似個人都中意嘅，酒色財氣喺古代嘅讀書人，我唔講女士啊，因為我成日話古代咧男女不平等嘅，成日都講男士嘅嚇、啊。酒色財氣係讀書人好中意嘅嘢嚇，飲酒好色有錢，跟住咧就財大氣粗噶啦啊！咁呢個咧就係擋自己啲霸氣啦。咁其實呢幾樣嘢係令到好多人受。女岩她得所謂去到政府裏面那麼高的職位，她一樣受這種這樣的苦，這個劫數、啊、因此這個故事呢就是阿鍾離權教阿女岩說，你體驗到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一場夢來的，這樣然後告訴阿女岩聽，那個樵夫是我扮的啊！個樵夫係我扮嘅，啊！嗰、那個敵人俾杯毒酒你飲，都係我扮嘅。咁其實這些呢啲咧都係我嚟咧試下女顏嘅。咁啊，女顏咧當然大受感動。呢、這個係第二個版本。咁啊，第二個版本咧就對我嚟講咧就感受深咗啦。因為咧，當我第二日一諗起酒色財氣咧就驚，啊！咁啊，原來咧鍾離權咧。真是一個好老師、啊、那發了場夢，煲仔飯半個鐘頭，煲了25分鐘，那25分鐘，那鍾離權就說收了、啊、女岩做徒弟，那麼簡單。根據古書的記載，鍾離權呢他真的要試一下女岩呢是不是一個有慧根的人可以入道、啊咁啊，咁當然佢希望收一個真係入道嘅人。點解啊？唔係話一定要收一個好弟子咁簡單，就希望個弟子能夠咩？能夠幫助世人啊！嚇，佢真係教佢咧都唔會嘥心機嚇、啊，所以佢繼續要試下女顏。因為點解啊？女顏本身嘅出身咧，原則上咧麻麻地，因為書香世代嚇，佢、啊、爸爸佢阿爺達官貴人。佢唔係窮家子喎，佢冇捱過苦喎，嚇、啊！同埋咧，佢一心咧係咩？要功名利禄，啊！佢只不過咧失落官場咧，失落於科舉咧，佢先至咧走去飲酒啫喎。咁呢個咧，佢一時間嘅失意，所以呂洞賓咧，佢係一個意志好堅定嘅人，係咪一個可以入道嘅天才咧？鍾離權繼續要試，咁點試啊？咁喺書上邊咧就記載佢試佢10次，嗱而家咧就考驗我啲記憶力，啊睇下點樣記翻啲10次出嚟啊！
第一次，咁啊，女人翻屋企，见到佢屋企人，一个禽流感，一个发高烧，一个乜乜乜乜，咁啊，逐个逐个好短时间咧，病死咗。咁啊，康中嚟咧，就睇下女癌嘅反应。咁原来发个女癌咧，就冇乜所谓。点冇乜所谓咧？病咗一个，咪送去医院咯。啊，咁然之后咧，佢走咗之后咧，有第二个病，咁又送去医院咯。咁当时冇医院，间间揾大夫，咁啊个个都唔掂。咁啊，女癌咧系心境好平静。啊，咁呢个咧就第一次试佢。啊，咁呢次试佢咧系表示咩？嗱，我谂你个个咧都白咁交集。是不是李岩是一个没有情义的人，是没有感情的，家人逐个逐个病死了，他无动于衷，这件事呢就你自己去反思了，李岩呢就是这样的表现。第二次又第二个试他，第二个试他，啲題目我作出嚟嘅咋，咁啊，年初一，舊年年初一啦，咁啲叫化子即係啲黑鈣啦，啊，去到女人屋企就要土食啦，啊，即係攞嘢，啊，咁啊女人咧就好心俾佢，咁俾咗佢，咁當然呢個黑鈣就應該走噶啦，點解知咧佢唔走？佢鬧個女人。未俾得少喎，我要我多啲喎，咁女癌又俾佢，咁佢攞完之後咧，佢又唔走，佢跟住用粗言餵語去鬧個女癌，一路鬧，咁個女癌咧冇所謂，繼續俾，一俾到咧佢滿意為止，唔動氣，即係女癌唔動氣一路，咁呢個咧就係。黑鈣飲食，黑食。真係要考一次。咁啊，女癌咧有一次喺郊區咧突放羊啦，放羊，咁結果咧就羊嘅最大敵人咧就係啲猛獸，咁其中一隻猛獸就是老虎啦，咁老虎撲出嚟咧去捉羊，咁女癌咧就奮身去保護啲羊，咁佢情願咧就等只老虎去咬，咁呢個故事咧就係表現咗咧女癌咧嗰種咩？爱护动物的精神，那种爱心，这个第三个试佢。咁有一次。女癌屋企咧就俾強盜咧打劫，劫曬屋企所有嘅東西。咁因此佢要冇啦，冇曬家財啦，要揾食啊？點樣咧？耕種，攞個鋤頭去耕種。點知咧？佢鋤田嘅時候咧，竟然間掘到咩金，好多金。咁如果我哋喺地下執到寶，我喺隔離冇人見到，好多時候咧拎起佢，但今次咧，女癌喺自己個田地裏邊掘到金，警告各位，如果喺地下下邊掘到任何東西，都屬於香港政府嘅，全部係文物嚟噶。你冇諗住咧，你買一幅地下邊掘到油田咧，你發達，
不是你的，一定要交出来、啊、好的坏的都要交出来，掘到骸骨更加要交出来、啊、所以掘到文物呢就要报给香港政府听。在古代来讲没有条例的嘛、啊、在地下掘到金，尤其是铝牙什么都没有了，一般人当然想拿了金。铝牙怎样反应呢？他埋回去，他不要金，他情愿继续去耕种。这个呢他第四个故事的表现，有一次啊，吕岩做生意，咁啊同个顾客咧倾好个价钱，咁啊举例人民币100元，咁啊吕岩话以为收咗人民币100元就可以交个水壶俾佢，点样知咧对方咧就唔俾人民币100元。俾50元佢，咁吕岩咧就唔会同佢争论，冇所谓，你俾50元，我只要收。咁对方觉得讲我100元，我俾50元，你都唔嬲，仲攞我50元，诶得寸进尺，我不如俾20元你算啦，咁样。咁吕岩话冇所谓，俾我啊。总之咧，呢、這个顾客交到一啲钱俾咗吕岩。吕岩咧就将嗰件货品咧就仲卖咗俾佢。咁呢一点亦都睇到咧，吕岩咧就系唔同杀气，不动气啊。咁呢度又一个考验俾佢啦。咁呢个考验咧就好坦白啦，就系吕岩有一次咧。突然间有个女仔拍门，有个女仔拍门，拍门咧话我孤苦可怜、啊、我要投啊冇办法喺荒山野岭去露宿啦。咁于是希望咧吕岩咧借佢笪地方咧俾佢过夜咁样。咁吕岩当然咧将两位美丽嘅女仔咧少女带咗入屋，安顿喺一间客房。点不知咧呢个女仔咧3日都唔走啊！到了第三晚呢，竟然间呢主动走去呢叫吕岩呢去佢间房间，佢一度春宵，咁吕岩呢当堂唔制啦，即係话呢佢不贪美食，咁呢个又一个考验。主席各位看不看到了，退还商品，退还个商品、啊、有一次吕岩就在出面买了一件铜器，买了一件铜器回来，明明是一个铜樽来的，怎么知道回家呢变成金，变成金樽、啊、吕岩呢就咦，我明明买了一件铜器，怎么变成金器呢？哎，唔得唔得唔得，将嗰个金樽咧送翻翻去，送翻翻去，即系佢唔要，啊，即系表示咧佢系唔贪心嘅。
咁有一次打大風，個個人都喺個船裏邊咧，就好驚好驚。咁只有一個人咧，就坐喺度咧，完全唔驚。咁嗰個大家都知係邊個啦？嗰、那個就係阿呂岩啦。咁即係話咧，任何嘅風浪咧，對佢都冇影響嘅。啊，咁佢有佢本事啦。咁有一日，坊間咧有一個江湖嘅術士，其實係一個即係所謂大夫啦嚇。咁佢係賣藥，咁好奇怪，賣咩藥咧？賣死藥，即係你嚟買一種藥，買咗只藥咧必死嘅嚇，即係自殺最好啦。買一種藥，咁個女人聽咗之後咧，係咩？有啲咁嘅事，佢自己走去賣。追咗去買，咁買咧自己食咗佢，毫不猶豫食咗佢，咁發覺佢自己唔死得，嗱，咁即係表示呂岩冇錯呢位朋友啦，即係佢有咁嘅勇氣，佢覺得點解有個咁嘅騙徒走去賣死藥嘅咧？咁樣係嘛？佢係咪呃人嘅咧？嗱，如果佢唔呃人，即係咩？係一個兇手嚟嘅，佢害人喎，啊，咁所以呂岩咧就試，咁情願咧以身去試人。就自己食咗，咦得咯，我做第十个喎，记得晒咯。咁有一晚，夜晚半夜三更夜晚，有鬼出嚟。咁呢鬼咧系厉鬼，佢出嚟做咩咧？佢就话我要报仇。啊，点解？佢话阿呂岩咧曾经前生咧害我害得太多，所以鬼出嚟咧要报仇。咁呂岩听咗之后。是吗？原来我做了这么多不好，即是伤天害理之事，那因此你说 OK 没问题了，于是自己拿把刀自己刺自己，当他自己刺自己的那一刹那，钟离权就一啪啪声，那即是除了黄粱一梦，钟离权呢就用十个故事去考验下呂岩的人格。咁从呢十个故事里面，即系我哋好简单去睇到，不好美色，酒色财气，呂岩睇通咗，系嘛？唔讲价钱，钱对佢唔重要，系嘛？嗱，就系、是。路海求存，求安全，他自己心平气和，他不会说恐惧，他不会说哎呀争先恐后，要求一个安全，他就这样坐在那里，很安定地坐在那里、啊、即使个船就来还沉到，他觉得哎无所谓、啊、即是各安天命。因此这种种的故事呢，都考验到呂岩呢对酒色财气呢已经是无所求。咁我哋归根究底，用一个字去讲佢，
呢啲全部系咩？系你个人嘅肉，或者你可以咁写，系你嘅肉念嚟，系每个人嘅肉念。咁所以后来嘅全真道，佢鼓吹乜嘢？系禁欲。佛家亦都系想，都系讲呢样嘢，除去我哋嘅肉念，啊，即系殊途如同归。咁所以呢啲全部咧，系我哋一般世俗人咧所追求嘅东西。但系如果你唔系咁刻意去追求呢啲东西咧，你自然唔会行歪路，你唔会行歪路。甚至咧，如果你做咗一个即系神仙咁样咧，你自然咧就冇晒呢一样嘢，啊，就反而咧就叫咧凡人咧去禁欲，冇晒呢个欲。冇晒欲念咧，你就唔会为咗自己嘅利益去做嘢，就系符合咗咧道教嗰种神仙嘅思想，啊，亦都符合咗老子嘅无为，因为你冇自己嘅利益，无为，所以你无所不为，你已经唔顾你自己嘅利益咧，因此你乜嘢都可以做，你自己即系各位可以深深体验下呢句说话。你不计较自己利益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事都可以做到出来。但当到你有为有所为的时候，那就糟糕了，那你就会动了酒色财气。那这一点呢，就是我看书呢，乎物论历史上有没有一个中尼，有没有一个女牙，但这个故事呢都是什么？一种教育性的故事，是一种道德教育，啊，他借助了一些好像神话那样，但是发梦个个都发过梦，是吗？啊，发梦是现实里面常日发生的，啊，因此女癌可以发黄粱梦，我杨某人一样可以发过什么第二个梦的，是吗？个人都可以发好梦，我想做大官，我在梦里面可以做个大官，但在梦里面呢，我一样可以做个什么？做一个坏人嘛，啊，但当我们醒了之后呢，好梦变恶梦，恶梦变好梦，但很多时候什么？就是恶梦是最多的。如果我们不想发恶梦，必先要什么？连好梦都不要发。即是说不发梦一觉天明，我今天很精精神神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多昨天发了很多恶梦，啊，所以一个身心平衡，啊，这件事就点醒我们，人人都发梦就最好就不要发梦，啊，不发梦呢，嗯，你可以一睡睡六七个钟头舒心安理得，啊，但偏偏每个人呢在现实得不到的东西都希望在梦里面去寻求，这件事就是我们的苦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是呢就是黄粱梦又好，什么梦都好，好像女癌呢面对了很多梦，但女癌她懂得去应付，啊，因此钟离权说，啊，这个人值得收他为徒，因此怎么样将阿女癌咧就带咗去一个山窿里边，咁因此女癌咧就叫做女洞宾啦。洞咧就系山洞啦，啊，喺山洞作宾客，啊，咁入咗去山洞里边咧去学习。咁啊，钟离权叫阿女癌学习，好得意喎，佢自己孭个书包。咁我哋而家好多學生都孭住個大背囊。咁原來女癌咧，一千年前都做過呢樣嘢。咁佢老師叫孭住個大背囊，孭住。咁啊，除咗瞓覺除低咗之後咧，
就平时咧全来孭住呢个大背囊，孭住一个大包袱，就预示咗学习咗三年。咁阿吕岩咧，完全咧就冇问阿老师，喂，你叫我啲孭乜嘢？总之咧，佢唔问，啊，佢对个老师咧好忠心，好有信心。老师咁样安排，一定有佢道理，所以佢唔问，照样好辛苦孭住个大包袱就咁学习。咁三年之后咧，老师就话：你除下嗰个背囊，即系拎开又有大包袱，你打开去睇系乜嘢咧？咁我试下打开去睇咯。咁啊，女人一打开个布袋，个包袱一望，哎呀，系一嚿石头。原来孭咗三年咗一件普通嘅石头，哦，原来嚿石头。咁啊，老师就话啦，你真系好难得，你孭咗三年嚿咁重嘅石头，毫无怨言。好，我奖励你，我教你一个法术。是将石头变为黄金，因此咧点一点嚿石头，哎呀，嚿石头变咗黄金。咁啊，老岩睇咗之后，咦，无动于衷，因为咧佢冇晒呢啲嘢已经。咁啊，老师问佢：咦，点解你唔开心嘅？佢话：石头又系矿物，黄金又系矿物。啊！咁佢又问老师：你点解之前就系一个石头，突然间又变咗黄金噶？咁样其实都系一件嘢嚟嘅啫。咁啊，老师就好坦白：啊，你真系好聪明，因为咧我嘅法术咧就只可以咧将一个石头变为黄金，系维持咩500年。500年之后咧，呢嚿黄金石咧就变为咩？变翻打回原形啦，变为普通石头。咁于是女人话：呢种法术好唔好？因为咧，500年内你由石变金，系好似有益于人；但你500年后咧，由金变石就危害人间。呢种咁嘅点金术唔值得学。咁啊，老师觉得哇，孺子可教。啊！再试佢一试，得啊！咁啊，于是话得啦，我可以升天啊！啊，我可以升天去见阿玉帝啊！话我收咗个大弟子，你慢慢匿喺个山窿里边，继续自己修行啊！你自己悟道得噶啦，咁样到一段时间咧，我而家咧就上去玉帝嗰度禀告，就系话：诶，我喺凡间里边有一个。高人啊，佢有咁嘅法力，可以去帮助呢个社会为民解困。咁因此，我报玉帝咧，就将你咧升为神仙、天仙。咁啊，吕岩就话俾师傅听，佢话唔使，我有个心愿。个心愿系乜嘢咧？我要度一切众生于苦厄，即系等佢哋要个个咧开开心心。在生活上啊，好惬意，冇烦恼，我先至安心咧升仙。哇！老师听咗呢句说话，佢好似仲叻过我，我仲自己走去报上玉帝，话啊我有功啦！啊，原来我个徒弟竟然间乜嘢欲念真系冇晒，佢满脑子都系咩啊？帮人系帮咩人啊？帮有困难嘅人。中国历史上有困难的人是什么人啊？不是贪官，不是污吏，是什么？是老百姓。老百姓皇粮饭一碗都没得吃，一啖清水都没得喝，很多时候喝些污糟水，一件衫都没得着，一张 iPad 凳都没得坐。
咁咧呢啲就係鋁岩咧，後來啲人就話叫做鋁洞賓啦，啊，就話鋁洞賓佢本身呢個資源咧係幫助天下嘅窮人，天下貧困嘅人，啊，咁所以鋁洞賓點解喺早期受人愛戴，就係，是，因為佢建立一個形象，呢，這個形象咧就係，是，幫窮人。第二個形象是打惡人，第三個形象就是教人品德，三樣嘢。咁三樣嘢咧，都是老百姓咧過往的傳統社會裏邊咧，係缺少呢種人才，是冇嘅。啊，咁嗱，我哋睇翻呂洞賓是一個唐朝的人，但是到唐末宋初咧。民間已經咧知道有一個神仙咧，就係鋁洞賓。八仙呢個概念咧，係明朝先出現。唐朝嗱，八仙裏邊好多人物咧，都係屬於唐朝嘅人物嚟嘅。嚇，咁啊，曹國舅咧應該係宋代嘅人物。咁啊，整個八仙嘅概念係明朝出現嘅。曾經有位學者寫嗰本書嘅《八仙東遊記》，啊。即係東瀛遊，東遊記，咁啊列出八個仙嚇，咁先至一錘定音咧，就編八個仙。但其實八仙都有爭論嘅，因為除咗我哋傳統嘅八仙咧，當時咧就有一個叫做舊説法咧，有個八仙咧就叫徐守一，或者叫徐仙翁。咁後來有啲學者咧覺得，咦，八個仙裏邊咧冇一位女士喎，咁因此咧就將呢位徐先生咧徐名啊，就加咗何仙姑啊。咁我哋要睇下啦，我曾經有一堂講過八仙，八仙就代表13億中國人，13億中國人裏面咧就呢八類人，當然有男人，有女人，有長者，有小朋友，有好有錢嘅人，有高官，有好貧窮嘅人，但有好多好苦命嘅人，睇上所謂賤格。啊，咁啲賤人咧，未必一定冇錢嘅喎，啊，佢黑人憎喎，啊，都係賤人。咁所以咧，我哋中國人咧，有八種人。呢八種人裏邊咧，我哋歸納變為八個人，而呢八個係仙人。你睇到啦，女就係何仙姑嘅代表啦，係嘛？啊，如果講賤。就是講啊咩鐵拐李應該啊，鐵拐李成個樣咧，如果佢睇相咧，見到一個人好似鐵拐李咁樣樣，話你跟嚟，即係個樣好乞人憎啊，好肉酸啊，貧藍彩和就貧啊，佢係好窮嘅人嘅，成日有黑食嘅啊。咁啊貴，曹國舅啊，曹國舅係身為國舅啊嚇。啊咁佢係皇帝嘅阿舅喎，啊，咁所以咧高官嚟嘅。咁啊富有，有邊個富有啊？八仙裏面有邊個富有咧？何雙子，何雙子應該同何仙姑相得對，就係男士啊，何雙子啊，講男仔咧成個書生啊嘛，靚仔書生吹簫咁樣啊，咁啊富。老一老就是張果老，
我是张果禄、啊、我讲错了，应该笑呢就最后生的是谁呢？最后生的是蓝彩王，蓝彩王最后生，老就张果禄、啊、那么贫呢就、啊、那么剩下谁？剩下、啊、钟离权、吕洞宾同埋啊钟离权、吕洞宾韩章子，我讲到我讲咗讲咗七，讲咗六个未啊？讲咗六个啦，啊，其他我唔识啊，你自己填充，你填埋佢啦，啊，咁总言之咧，就系钟离权，当然佢可以代表一切都得，佢代表富泰，因为佢成日造型好富泰，因为佢一个大幅股，系嘛，啊。咁啊，吕洞宾咧，其实佢系文武全才嚟嘅，吓、啊。咁吕洞宾，佢唔属于贫嘅，唔属于贫，吓、啊。咁或者佢将来唔系将来啊，因为佢得道嘅时候咧，离开咗酒色财气咧，佢变咗一个贫嘅道士，亦都唔出奇，吓、啊。咁吕洞宾咧，就形象好鲜明，我一路讲过，佢就一个道长嘅人。咁其他嗰七個仙咧，就係唔似道長嘅，啊，唯一就係阿呂洞賓咧，就係一個典型嘅傳統道長。咁於是就，所以八仙呢個概念咧，係好後期，好後期到明朝先出現。仲有一樣嘢係令到我哋睇到個玄機。八仙里面大师傅钟离权项钟离排第二位，吕洞宾，其余众仙呢，譬如韩湘子、何仙姑、蓝彩和、曹国舅，都是谁？都是吕洞宾的学生，是由吕洞宾道化他变为道、啊、得道。咁我哋睇到八仙嗰个关系咧，其实咩？师生嘅关系，师生嘅关系。咁佢嘅师生关系咧，就代表咗中华民族嗰八个阶层啊。咁呢个八个阶层咧，如果根据八仙嘅表现咧，系表现得好嘅一面咧，系咩？虽贫唔觉贫。虽富不觉唔觉富、啊、你看似贱，其实你唔系贱啊！即系八仙，你唔感觉佢好辛苦，因为佢系帮人。咁、啊、于是喺明代以后，八仙系排除，系已经咩超越咗其他嘅神仙，即系喺老百姓嘅心目中超越晒，所以家家户户咧。你的花樽畫了八仙，你的窗花雕刻了八仙，你找個賣字畫的人去畫幅年畫，亦都是畫八仙、啊、很少畫什麼？很少畫個筆弟出來，是吧、啊、不要說黃大仙、啊、一路以來呢，在中國藝術品上面呢，八仙是明清佔為一個主要的題材。咁就係、是，但係吕洞宾嘅地位咧係好有趣。明朝開始，因為佢屬於八仙之一，因此佢就同佢啲徒弟咧看齊咯，係嘛？咁所以你話喺個花樽畫咗八個仙，個八仙個個一樣大細嘅啫嘛。我哋睇唔出，原來咧阿大師傅就係漢中嚟。吕洞宾咧系个大师兄、啊、不过喺明朝之前咧，八仙呢个概念咧系模糊嘅，咁只有突出咗两个人物，一个就系汉钟离，第二个就系吕洞宾。咁但系汉钟离呢个人物咧，一路以嚟咧系一个神话人物，咁甚至误会咗佢系咩？
看朝的人，那你说是不是神话？看朝的人走到唐朝去道化吕洞宾，中间相隔了一千年，那即是说钟离权变了一千年的神仙来的，啊，这个是一个真的神话来的，可能是一个神话来的，啊，只不过我们在历史书上面记载真的有吕岩这个家族，啊，因此八仙里面呢很清清楚楚就是说，哎呀，吕洞宾似乎真的有个这样的人，啊，同埋咧，喺唐末宋初咧，已經民間咧去以吕洞宾為一個偶像，已經同佢立像去拜祭，啊，即係立一個塑像或者咧畫有吕洞宾嘅像去拜祭佢，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的突破嚟。咁我哋再睇睇。吕洞宾被称为吕祖，因为他就是全真道的老祖宗，啊，全真道奉他为顺阳祖师，顺阳咧，据说咧，吕岩咧个太太死咗之后咧，嗱，男仔系阳啊，女仔属阴啊，吓，咁所以咧，阿吕洞宾就话：，哎，我太太死咗啦，得翻我一个人，就变咗咧得个阳，所以佢话佢自己系顺阳，咁好有趣啊！啊，如果边个咧孤寡寡人咧，你话自己顺阳，啊？所以吕岩咧就话自己系纯阳子咁样，咁呢个一个说法嚟，啊，所以叫纯阳祖师。咁啊，全真道即系而家我所讲嘅全真教，吕祖呢个信仰，我一路讲咁多，头先。整个钟头讲他的故事，我就是带出吕洞宾这个人物出来。那这个人物呢，去到唐末宋初呢，是一个民间老百姓的偶像的，啊，那当然民间老百姓奉他为偶像，奉他为神仙，他们一定是相信吕岩有这么高的操守，啊，破除晒酒色财气呢一种咁嘅欲念，但系到到全真教流行嘅时候之前啊，吕洞宾嘅地位都唔系好高，啊，但系到到全真教流行啦，系属于咩时候呢？去到元代，咁样咧就系，吕祖咧就摆到高高在上，啊，所以吕洞宾咧有两个地位，一个地位咧。就是八仙之一，另一个地位呢就是全真教的祖师爷，啊，那全真教它标榜是什么呢？三教合一，儒释道好早，即系孔子嘅时代，孔子系儒家，大家都知道啦。儒家所标榜咧就系伦理，系嘛，同埋敬祖，咁呢个系不争嘅事实。但系孔子佢只不过系创立呢一种咁嘅儒家嘅学说啫，未成为教嘅。点解会成为教咧？教咧就系有咩？即系如果我。好簡單去講個教嘅定義，就係話係有一個崇拜嘅對象，一個祭祀嘅對象，就會變為一個宗教。嚇，咁即係話到到後來，有一啲老百姓或者有啲讀書人去拜啊孔子，
咦，咁就變咗儒教啦，即係等於我哋而家香港又講為孔教，係嘛？即係我哋唔話孔子嘅學説，佢已經成為一個宗教嘅色彩好濃厚。咁我要拜孔子啊！咁啊，除咗拜孔子之外咧，因為儒家標榜係敬祖啊，敬祖咧，敬祖最容易表現敬祖呢個概念係咩？係拜祭祖先。你點樣可以話敬祖咧？啊，我阿爺都唔喺度，我都未見過阿爺。譬如係嘛？點樣去敬祖？咁你要拜佢。咁拜呢拜祭祖先嘅行為咧，就係一種美德，所以係儒家鼓吹啊。所以儒教或者孔教咧，那個宗教嘅行為就係話拜孔子、拜祖先，跟住就拜埋第三類，就係咩？先賢。即係有賢能嘅人，係嘛？即係拜埋孔，拜埋邊個？孟子咯，係嘛？啊，即係荀子啦，呢啲係聖賢啊嘛，啊，即係呢啲有德行嘅人，咁啊拜埋啊。咁呢種咁嘅拜祭咧，係有好濃厚宗教色彩，因為你已經承認咗咩？呢啲死去嘅人係有咩？係有靈魂嘅，佢可以受拜嘅，佢知道你係敬重緊佢。如果你冇呢一個觀念咧，根本你做嘅行為咩荒謬，係嘛？即係你對住一啲冇感覺嘅嘢走去拜佢，做咩啫？浪費你自己精力，浪費你嘅時間。所以呢個儒教咧，早期係一個學説，但係到後來咧，到漢朝開始滲入咗陰陽五行學説，即係董仲舒，即係漢朝董仲舒。啊！鼓吹即系汉武帝崇儒八百家，啊，就将儒家咧突咗出嚟。咁但系汉朝嘅崇儒咧，已经唔系孔夫子嗰种，即系仲会俾孔夫子渗入咗好多阴阳家嘅思想。啊，咁呢一样嘢就系喺南北朝之前发生。咁到宋末啊，漢朝東漢末年咧，大家知道道教開始出現。道教佢就借用咗老子嗰本《道德經》，就當咗老子咧係佢哋道教嘅，俗啲講係佢老祖，係嘛？攞咗《道德經》做咗佢本 Bible 聖經嚇，咁啊跟住咧。就當然後人啊，郭熊嗰啲創立咗好多學説，但係佢嘅成立咧，都係以老子嗰種道家思想啊。咁呢個東漢末年老子嘅道家思想咧，就係、是、配合咗當時嗰個社會環境，因為東漢末年咧個社會好亂，好亂，亂到咧政府咧係冇管治嘅能力。當政府有管治能力嘅時候咧，就是儒家地位最高的时候，因为儒家讲咩？忠君爱国，君臣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啊，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啊，咁儒家或者讲儒教，佢嗰种行为是用咩规限？用礼法，用礼法。守三年之丧是一种礼法，是吧？男女授受不亲，后来所讲是一种礼法来的、啊、到一定的年纪呢才是大官大母，一个礼法来的。这种礼法就等于我们现代 的人所讲是什么？是一种法例，是一种法，是一个 law、啊、等于学校里面的校规、啊、当个校长仲有权威的时候，他可以執行这个校规，学生就服他。当学生搞阵乱晒龙作反的时候，有校规都没用，因为他不听话了。所以到东汉末年，就是些人已经不守礼了，不守礼呢社会大乱了。于是另一个派别出现了，就是这个道教。道教呢就是鼓吹那个无为，就是说乜嘢都要淡薄你？點解咁多人喺度又反抗又示威又人咧？無他，
每個人都有他的利益，要爭取利益才去作反，才去反抗政府。如果他本身不覺得有個利益要爭取，那麼都沒問題的，他什麼要去作反，上街去抗議，不需要做這件事、啊、所以道教是鼓吹這件事是出世的、啊、是順其自然的，一切以自然為主、啊、那總之呢，你一切自然是這樣的了，落、啊、雨落雨，是天堂天堂，什麼順其自然，你不要強求、啊、你一強求呢就有紛爭。所以我們看到中國歷史呢，一個太平的時代呢就是儒家，一個動亂的時候呢就是個道教，但是到了道教都搞不定的時候呢，就是有個宗教救了中華民族，就是佛教。所以南北朝的時候佛教走了入來，走了入來呢，它還有一樣東西令到我們中國老百姓呢眾無求的，一路以來呢，這老百姓都說死了都要找個墳墓撞了他自己。佛教說不用，你的身體是不重要的，燒了它，什麼都不重要的、啊、連僅存一種你的物質都沒有，將個窮到做乞食都有個身體、啊，瘦到得五十磅都有个身体啊！但是佛家话冇问题，呢个驱寒啊，烧埋佢啦。所以佛教喺南北朝入咗嚟中国咧，就更进一步，就令到我哋中国老百姓咧就点样啊？逆来顺受，我大胆呢个啊，根本你冇办法去求取一个好嘅生活，因为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全国咁乱。啊、人民生靈塗炭，食都冇得食，咁點樣去求生啊？係冇一個意志，冇一個寄託去求生。但係佛教話你聽，唔緊要，今生唔好望來世，但要來世要好，你今生唔好自殺喎、啊。你要面對現實，好好地生活落去。點樣好好地生活去啊？做善事，幫人，啊！所以有很多苦难的老百姓在南北朝的时候仍然默默地生活，是望什么？望一个来生。那这个佛教呢可以满足他这个欲望，我带过这个欲望、啊、那南北朝后期我们佛教为什么越来越盛行呢？很现实，儒家已经很早建立了，2500年前春秋的时代，孔夫子已经有很多学说，很多经书，很多人研究，道家有本很漂亮的道德经、啊、但是佛教是一个印度传入来的，印度的经是用印度文写梵文的，所以老百姓怎么懂？你想信你真的等于我想信伊斯兰教，你给本可兰经我看阿拉伯文的，我怎么看？我冇得睇，系嘛？啊，咁我想信伊斯兰，我靠咩？靠伊斯兰嗰个教主啊，教我咯，口传，口传。所以伊斯兰呢个回族，中国嘅回族就喺元朝嗰度成立，一路到明代末期，先有第一本中文嘅《可兰经》。所以伊斯兰教呢一路至到明末开始才可以呢推行全国，之前因为没有一本汉字的可兰经，靠什么？口传，靠口传呢当然难啦，是吧、啊、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有一个回族？就是说回族其实就是阿拉伯人，他就移民了来中国，他当时最早期的时候就是忽必烈，他要保护他元朝的帝国，他要请雇佣兵，他信不过汉族的军队，他又锡身他蒙古族的军队，哇，自己军队他走去打仗不好了，留下是他近卫军，于是他知道全世界最打得的军队就是阿拉伯军队，
就请阿拉伯人呢就入咗嚟甘肃青海度守住丝绸之路呢个大门口，就係当时元朝嘅雇佣兵。咁呢队军队呢一守呢就守咗几十年，带埋佢啲老婆仔女喺度，就冇返返阿拉伯。咁於是喺甘肃青海呢一班雇佣兵呢就世世代代咁生活喺中国嘅土地嗰度。但佢哋咩？佢哋讲阿拉伯话，佢哋睇阿拉伯文。但係我哋中国嘅皇帝就当佢咩？中国人。呢个係一个怪胎。所以到到后来呢，明朝嘅时候呢要做一个民族政策，就係话唔緊要，即刻要将可兰经译为中文，然之后呢逼呢一班雇佣兵嘅后代，逼佢哋讲中国。我唔论你心目高鼻，你姓阿拉伯名啊乜嘢名唔论你，但逼你要讲中文。咁因此就成立咗中国嘅回族，所以而家回汉满蒙回族，回族一个好大族啊。咁呢个系民族嘅政策。咁回族就喺明朝先至可以建立咗啊，但系佛教流行于中国一样的道理，佢靠咩？靠好多佛经翻译为咩？中文。点解我哋咁尊重啊三藏、唐玄奘、玄奘法师？因为佢译咗好多经啊嘛，佛经啊嘛。啊，佢唔译，佢有语言天才啊！当然，边个人教佢啊？佢有语言天才啊！佢将梵文译咗好多本经成为汉文。咁我哋中国嘅信徒咧，先至可以学习。所以到唐朝嘅时候咧，佛教咧就因为有大量嘅中文嘅佛经，佛教就走向另一个命运，就系咩？中国化。所以唐开始，世界上嘅佛教就变为中国化，即系汉化。呢样嘢系世界文化一个转捩点，就喺唐朝嗰度诞生。咁我哋再睇翻儒释道三教，呢三教其实就系影响我哋整个中国社会。皇帝点解要重视儒释道呢？儒教可以治国，要忠君爱国。你是阿爸就阿爸，你是阿仔就阿仔，你是人，你是丈夫就丈夫，你是人妻子就妻子，你不可以越轨啊。长幼有序，如果所有的人民都守住这个礼法，没事了。你不喜欢都没办法的，比如那个是我爸，难道我杀了他？是不得的嘛，大逆不道的嘛，不可以革命的嘛。皇帝不好，你就希望等下一个皇帝咯，是吧？所以呢，儒教所标榜的学说可以治国，佛教的学说可以治心，是心灵上，是哲学来的。佛教有一个因果报应的这个哲学。即大家都讲话，你心里面没棵树，你使乜咁计较有冇菩提树啫？你根本冇块镜，你使乜照下自己靓唔靓啫？有块镜你先知道靓唔靓啫嘛，系嘛？啊，当你仍然经过块镜，你成日望下，哎呀靓唔靓啊？摸下个头，啊，睇下件衫点样啊？呢个你嘅心魔嚟嘅，咁所以佛教系自心。如果这个心就等于什么？就是一个佛性，就是玄妙来讲是一个 佛性，就是人人有佛性，天下太平，就是佛心，心性，天下太平。
因為佛心是善良的嘛，是吧？咁到了道教，道教可以幫統治階層做啲咩呢？自身，道教是標榜養生，養生，是吧？要長命，長命，求取長命不是罪過，是一個目標來的。這種長命就是保存了，如果現實來說就保存自己的身體的健康，是吧？你有眼有眼，你的眼睛看得看到東西，看到東西，你耳朵聽到東西，聽到東西，那樣樣東西呢，功能都齊齊了， OK 啊。那你去道教要教你怎樣去養生呢？打功夫又好，練丹又好，食藥又好，什麼都好，這種就是求取一個身體的健康，是吧？所以一個人，一個統治階層，如果得到這三教的真髓，哪有示威遊行？選不選舉都沒關係，是吧？皇帝必定是好皇帝，人民啊好甘心咁樣生活落去，呢種係一種理想，呢種係一種理想，係嘛？但呢種理想，以前嘅中國皇帝唔蠢係知道，係知道嚇。我哋做老百姓，我哋唔係去治國，我哋係治咩？治家。每個人都希望有個家。如果你管治你的子女沒有那個儒家的思想，你怎麼管啊？啊，儒家思想你的仔都叫父親大人，但是沒有了這個儒家思想， David 他吃漢堡包好不好， David 這樣啊，叫我媽媽叫做 Mary 這樣。那這件事我不是爺現代那些人，只不過就是拿一個譬如啊，在儒家那個宗法，即是宗，即是宗親那個宗，宗法觀念呢，這件事是不容許的，他就是要長幼有序，即是要尊重的長輩，分得很清清楚楚，那如果你不滿意呢，你只可以呢是影響他的，但是如果你的長輩都依照了儒家那種這樣的學說，仁義禮智信做足他的，他必定是一個好爸爸來的，是吧？一定是一個好母親來的，賢親 賢淑的妻子，是吧？他沒有問題的，所以這個是儒家的學說。那古物論點儒釋道三教的精華，如果我們拿到呢，天下無敵，一定長生，一定睡得覺，所以我經常發夢，不用發夢啦，這個就是到宋朝的時候出現了有這個這麼大的要求。為什麼呢？宋朝是一個什麼社會？我曾經說過宋朝其實呢文化很發達，但是生不逢時，內憂外患，原家將都打到冇曬啲男人，係嘛？啊，啲少數民族咧好強，其實宋朝軍隊唔弱嘅，但係原來咧佢外敵更強，啊！你打到咧蒙古喎，蒙古打到全世界喎，點夠佢打啫？係嘛？啊！佢幾百匹馬已經打到歐洲啦，所以呢個生不逢時，咁再加上歷年來中國嘅官場係黑暗噶嘛。不是一定是宋朝，唐宋元明清甚至做到近代一样是贪官污吏充斥于官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不要只是说中国，是吧？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争取入官场，但是宋朝呢这种这样的情况呢就令到老百姓更水深火热，但竟然间
有一些不良的老百姓发现了有一些英文所说的灰色地带，是什么地带？原来可以做道士，可以做出家人。因为呢政府里面呢就是鼓吹，就是给很多优惠给一些宗教的信徒。咁啊，直情咧，你有道碟，即系有个身份证，出家人嘅身份证，咁你又可以优惠啊，住廉租屋啊，又有优惠奶粉啊，又交少啲税啊，啊，咁啊信唔信都好啊，几大要攞呢一个道碟啊，道士证。僧侣证啊，咁啊变成咧成个社会里边咧充斥咗一啲咩？讲得难听，猪米大肠，不是生产，仲系攞嘢添啊！咁啊情形之下，有啲有识之士真系眼火爆，咁样搞落去，乱天下大啊！咁啊有一啲忠心爱国嘅人。有些真是笃信儒家，或者他们真是虔诚的佛教徒、道教徒，都认为这些是不要得的行为、啊、所以他们要求取一个突破。这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将要鼓吹一个学说，是排除这些假的道长、假的僧侣、啊、所以当时出现了一个人物，王仲夫。金朝的时候，宋已经南渡了，在金代。王仲夫的老师是谁呢？吕洞宾。吕洞宾叫纯阳子，王仲夫叫自己做重阳子，王重阳。武侠小说知啦，好犀利噶嘛，系嘛啊？所以王重阳咧就系王宗夫。咁王宗夫咧，佢做咗道长咧，佢就改个名字叫王哲，哲落个哲系咁写嘅，又号重阳子。王重阳，识啦，全真七子识啦啩，数唔数到出嚟啊？丘处机、马勇买咗个太太孙不二，仲有个王处一，啊，我都念晒啊！但系我系讲王重阳。其中有一次去他一位弟子，就是马玉。金字边玉器的玉，马玉。他收了七个弟子，七个学生。马玉，马玉呢就安顿在个家，在个厢房那里。个厢房呢马玉改了个王重阳呢将这间厢房改了个名字叫全真堂、啊、所以全真假的名字在那里开始、啊、王重阳呢
佢就喺阿吕洞宾嗰度学咗嘢啦。呢个系一个传说啦，系嘛？咁吕洞宾教佢乜嘢咧？我一个钟头前讲晒啲嘢，讲晒俾听啦。发咩梦啊？做乜嘢啊？啊，嗰啲走色财气咁啊，讲晒啦。啊，再加埋呢十五分钟前讲嗰啲如色道啊，自觉自心自身嗰啲嘢，讲晒俾听啦。啊，咁就可以佢话咧，要得到三教嘅精髓，就系完全啦。然之后咧，先至系得到个真，真确个真。所以如识到三教合一，三教共行咧，喺唐喺南北朝唐已经存在噶啦，尤其是喺唐代，系嘛，同样喺度。但系咧，每一个阶段咧，佛儒同埋道咧，都大家有起有落。咁你话我哋中国有冇宗教战争？原则上好似冇，但系宗教咧，其实系有纷争嘅，即系未至到打三打四，好似十字军中东征咁。但系咧，一样系拗住。点解？赢咗唔使交税、啊，可以去公屋、啊，几好啊！啊，所以喺唐朝嘅时候，因为唐朝嘅皇帝姓李，阿老子又姓李，所以道教咪赢咗一仗咯、啊。但系骨子里咧，武则天又将佛教抬高咗啊，因为武则天出自尼姑庵噶嘛，啊救咗佢噶嘛，啊咁所以喺唐代嘅时候咧，到末年咧禁佛啦，禁佛啦，啊咁就系其实宗教嘅纷争系有啊，即系边个教派得到多嘅信徒咧，好现实啦，一定有咩有捐款，系嘛？啲信徒唔多，你捐款唔多，你点可以养你间佛寺或者个道观啊？冇可能嘅事啊！咁所以一路以嚟咧，都系有起有落。但系到阿黄重阳一出咧，佢就主张呢个全真道啊！咁喺呢个乱离嘅社会，黄重阳呢派学说，又加上佢七个大弟子，好巴闭喎，武功好强啊！啊咁啊，所以咧喺北方嘅民间咧，就渐渐咧就推广出嚟。一推广出去，民间有好多社团咧蠢蠢欲动。一讲社团，皇帝梗系惊啦。金朝皇帝话：全真道下边有好多民间组织去附和佢、哦。嗰啲我哋而家都讲黑社会。啊！當時咧就係話呢啲可能搞震嘅分子，因此喺金朝嘅時候咧要禁全真道，所以全真道喺金代咧發源，但係未盛行，因為皇帝要禁。雖然皇帝咧金朝皇帝認為儒釋道三家都有道理，但係為咗政治要打壓全真道，就冇話禁咗佢。咁大家頭先都提出咗一個人物，就係全真七子最巴閉嗰個丘處機，使唔使我寫出嚟？識寫啦啩？啊，丘處機啊，丘長春啊，我叫楊春堂，別號楊長春，又叫長春子啊。我嘅教派叫半真道。因为我唔识失晒，咁啊丘处机咧真系一个历史人物嚟喎。咁我哋查过全真七子系历史人物啊，当然佢咪咁巴闭武功咧，金庸先知啦。咁啊丘处机佢本身真系好有学问，佢系当时咧政府嘅顾问嚟嘅啊，即系等于而家嗰啲咨询委员会啲谋臣。啊！佢曾经帮过咧政府咧打胜仗，咁因此佢名声够啊！咁佢呢个咁好嘅名声咧，传下就传到去俾一个影响世界历史嘅风云人物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当时咧系一
路打到去中亞洲，即是鐵木真、啊、去到中亞洲那裡是去到一個大雪山、啊、就是那裡很冷的地方，是中亞洲。那就帶一個口信呢去給丘處機，就說成吉思汗要見丘處機、啊、為什麼？因為成吉思汗他跟普通人一樣，都希望丘處機這位道長教他長生不老之術。他覺得自己已經可能征服全世界，但他怕死。他覺得、哎、呀，世上原來有位丘道長、啊、是一個長春真人、啊、所以找他。丘處機聽到之後當堂呢很猶豫，因為當時已經73歲，還要呢攀山越嶺，你要坐飛機、啊、走到咁遠的大雪山去見成吉思汗、啊、後來他決定都要去、啊、他真的帶了10多個徒弟、啊、行了很多里路、啊、經歷很多個國家去到見到成吉思汗。咁呢個就係歷史上好有名嘅成吉思汗同丘處機論道。論道呢，丘處機就話俾成吉思汗聽：你想長生不老，要做兩樣嘢。一樣嘢做善事，做善事者唔好咁殺咁多人，有啲好人你唔好殺，唔好咩人都去殺，唔好殘酷。你要做善事。第二样嘢，你要个身体健康系养生，即系全真道咧所讲嘅内丹啊，运气嗰两，食药炼丹气功嗰样嘢。你两样嘢都要做，你就先至可以长命，缺一不可啊。咁样，成吉思汗竟然间咧信咗丘处机，呢样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啊。咁啊，佢听完呢个道理之后咧，历史书记载，成吉思汗2个月都唔去打猎，佢唔去打猎，因为佢打猎咧去杀啲动物。丘处机话啲动物无罪啊，你为咗你自己嘅喜好就去射杀佢，射杀咗个动物，动物啲仔女冇咗爸爸妈妈，所以成吉思汗一个打猎嘅好唔好啊？射猎嘅佢都冇做呢样，你听咗系。停了2个月都是好事，跟着他下令呢尽量减少杀生，亦都怎样啊？减免赋税。第三样东西，招纳人才。那这个招纳人才呢就排除了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汉族人都用了、啊、不是一定是蒙古族。丘处机这个论道呢大获全胜，他引辱走了去找当时中国人的大敌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这个蒙古族是亡中国的，亡宋代，亡金代，但他走去做一样、啊、在当时来讲他是历史的罪人，卖国贼。但我们看这段历史就是说一定是歌颂丘处机，我哋而家去歌颂丘处机，但丘处机当年73岁，佢呢个抉择系好痛的。人人话佢系卖国贼，你帮唔系帮蒙古人，你帮咩？起码要帮宋朝嘅天子，宋帝昺等你救。但佢唔系，佢选择咗呢样。咁呢个系咪丘处机佢嗰个洞悉先机？我哋唔知道。他真是一个高人，是吧？是不是他发现他一人之力打不赢成吉思汗、啊、全个中国女真汉族都打不赢蒙古族，这个是劫数难逃。但为了减少的痛苦，他说服成吉思汗，结果是听了他话，不单止听了他话，成吉思汗于是话俾丘处机听：你嘅全真教重生，
免你全真教的税。咦，那很多老百姓一听到即刻信全真教啦，即刻拜丘处机为老师啦，即刻入道啦，是吧？那丘处机说好啊，打开学校之门都入嚟啦，你入亲嚟你就冇咗酒色财气，嗱你小心啊，你唔好入嚟啊，一入嚟你冇酒色财气噶啦，你好自为之啊，啊，咁所以喺元朝嘅时候，全真教咧就发达啦，呢个系一个社会背景，啊，咁呢一样嘢就令到咧中国道教史上边咧出现咗两大教派。在全真教未创立之前呢，不同的教派，但到今时今日我们知道道教主要是两大派，一派就是全真道、啊、香港的全真道大家都知道有什么青松观、黄大仙、逢源仙观，这些数得出主要 的道教的团体呢就是全真道，另一派呢就是正一派，正个正一二三个一，正一派就是天师道，天师道呢就是张天师，就是山、江西的龙虎山、啊、张天师就是讲虚鬼符箓，那个呢就用术法，全真教呢就用什么心性、啊、所以全真教呢就说性命相修，性就讲心，命呢就讲个身体，是两样东西都要修行。而全真教另一个突破呢，就是说死了的遗体是不重要的，那这一点呢是一反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啊、我们要保存的全尸，但是全真教不需要、啊、那这种观念就是符合了佛教的思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儒释道三教呢是互相去补充对方啊，比如你话我哋儒家所讲人伦，人伦咧就系讲现实世界里边咧人与人嘅关系，呢个人伦关系，呢个人伦关系要搞得好。但系道教所讲嘅人伦咧更加超然，系天人嘅和谐关系，系离开咗个人世界去讲个天，因为天系有感情嘅天。而家唔系讲月球，讲太阳，系有感情嘅天，所以我哋做事咧，要同个天系配合嘅。咁因此咧，丘处机话俾成吉思汗听：你见过地震啦，你见过风暴啦，点解会有地震？点解有风暴啊？因为你做错咗事，所以上帝咧个天会出声。哇！成吉思汗几惊啊？咁呢样嘢。就是道教所讲的天人合一、啊、你做尽天下间任何事你好威啦，有晒权，但你呃唔到个上天，个上天睇住你。所以呢个道教呢就补充咗儒家呢嗰种咁嘅立辟，儒家就话人伦嘅啫，但佢一讲到除咗人之外仲要同埋配合到天、啊、譬如讲到儒家所谓宗法啊、中法那种思想就是说长幼有罪啦，皇帝你一定要听随皇帝的命令啊，父母官的命令啊，可能父母官和皇帝的命令是不对的，是吧？那一味去信他，咦，就变了愚忠、啊、但是道教佛教还有一套学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呢普善济世，是不分阶级，你都要对任何一个人行善，对他好。那这种观念如果你真的切切实实去实行呢，就是说你父母你的皇帝你是丞相，你都不可以什么哈哈爸爸、啊、我虽然杨某人一个蚁民一个小民，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但是你一个好的官你不要吓我，我不识字你不要吓我、啊、你要帮我，这种就是道佛的思想是补充回来的、啊、这几样东西
就令到咧全真道咧由原开始咧流行啦。啊，咁当然一路到到而家，你睇到咧全真道咧喺香港最流行。啊，不过咧你哋会发现咧，儒教咧其实唔系甘心去输俾全真道。理学啊，听过啦，理学，理学是新儒教，周敦颐，新潮的周敦颐，啊，周敦颐，他是儒家，但周敦颐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讲周敦颐，梗系讲他的爱念说，出污泥而不染，咁呢种观念是哪里嚟？佛家嚟嘅啫嘛。是吧，冰清玉洁，爱莲说，爱莲花是佛教徒，但周敦颐本身是什么？是理学，理学家。去到明朝的时候，理学盛行，这个理学就是新儒学。新儒学是讲什么呢？新儒学呢就跟道教一样，是讲天，要讲天，凡事呢要合乎天理，所以叫做理学。什么叫合乎天理啊？看书啊，看王阳明学说啊。王阳明有一句说话，致良知，听过吗？良知就是你的良心啊。王阳明说，王阳明你知道太阳的阳明白吗？啊，三合王王阳明是明朝的理学家。人人有良知，即是我们现在当有一百位人，我们个人都有良心。这件事根据王阳明的学说正确，我不理你姓杨姓李姓什么，每人都有良知。这种的观念是等于佛教的观念，人人有佛性，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的。道教是一个多神的教，但是佛教的目标就是人人都要成佛。为什么人可以成佛？因为人人都有佛性，即使他做了不好事，但其实他内心都有佛性，你只要将这个佛性拎他出来，就等于王阳明说将他良心挖了出来，变成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就是一个好人。啊，那这个就是天理，理学家的天理，佛家所谓的佛性。啊，啊，全部的所谓思想，哇，你教仁义道德，这大道的所谓德育是什么？都是一样东西，都要做好人，啊，只不过呢他们的名词是不同，啊，你说良知也好，佛性也好，是道法自然也好，又说顿世出世这样也好，这些全部是一个名词，但是结果呢都是心性，啊，还有呢长幼有序，这种秩序，这种伦常，这个就是全真道。那全真道他就打出个招牌，就利用了吕洞宾。为什么王阳明，不是说王重阳，要打吕洞宾是他的师父？很显然吕洞宾在当时呢是深入民间，他要拿一个山招牌出来，拿了他出来，他不拿第二个，他拿吕洞宾出来。吕洞宾可以有这么多故事，我刚才都是记得讲给你听，其实很多故事，你看道教的书啊，那些真相怎样，我都不要去猜测，但是很多故事很有趣的。啊，譬如我现在突然间想起呢，我看书，那么吕洞宾埋土，桃花的土，他出去埋土，那你来埋土，你来买土啦，买，那我会问，你买些土给谁啊？那这个我买给个仔食，
你买啲土俾边个啊？我买俾个女食。你买土俾边个啊？我买俾屋企嗰个细仔细女食。你买土俾边个啊？我买俾我个三仔四仔食。咦？你哋乜发现？冇人话买土俾个老豆老母食嘅。一怒之下将啲土抌晒，唔卖啦。啲人只不过去爱佢个仔女唔孝顺父母，呢种就系全真道所标榜嘅孝。孝道，孝道就系儒教里边标榜嘅最重要嘅信念。孝道，二十四孝，呢个孝道啊。譬如有个故仔，啲人将吕洞宾立咗个神像喺度，咁啲老百姓经过呢个像。我都同佢，哎，鞠下躬啊！咁有一次有位小朋友，佢系一个小贩啊，好可怜嘅小朋友，要卖豆豆啊，卖豆。咁啊，经过吕洞宾呢个像，鞠鞠躬。吕洞宾个像突然间拎只手出嚟，吓佢一跳，吓！嗰只手有一文钱。咁个小朋友感觉吕洞宾话。我賣豆賣豆，你賣俾我啦！咁小朋友攞咗嗰一文錢就俾豆佢，咁啊呂洞賓像就笑笑口。咁小朋友見到啊幾可愛啊呂洞賓，俾多啲啲豆佢。咁俾咗好多啲豆俾呂洞賓，呂洞賓咧好開心，攞啲豆之後咧，跟住咧又伸隻手出嚟，咦係咩嚟啊？一粒紅棗啊！咁小朋友見到紅棗唔係錢嚟嘅，咁做咩咧？食咗佢啦！咁呢个小朋友食咗粒红枣咧，读书聪明，本来唔识字嘅，突然间咧智商特别高，哇！人人都话佢叻仔。咁结果一年之后咧，呢、这个小朋友咧就闻说咧，榕树头嗰度做将会做一件事，就系、是、政府去拉一个罪犯斩头判死刑。咁啊！呢小朋友咧就嗒声啊，有个咁嘅节目啊，去睇下啦咁样。当佢去到睇住个刽子手去斩嗰个死囚嘅时候，突然间有个人拍拍佢，擘大个口喺个口里边咧飞咗一只仙鹤出嚟。咁从此之后咧，呢位聪明嘅小朋友咧变咗好愚蠢。呢、这个故事。教训咩啊？就系话呢个小朋友冇同情之心，所以吕洞宾收翻佢智慧。你咁聪明，但你冇同情之心，你将来会害人。嗱，呢啲故事好有趣啊，系几行字啊，但系全真教咧就将呢一种咁嘅精神咧灌输咗出嚟。是神话，是荒诞都好，全部呢在现实生活里面呢很有道理。那这个就是吕洞宾对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影响。那么差不多时间了，美主，我又讲一讲我昨天发了一个梦。我发了一个梦。咁我点解会发梦？因为我成日记住今日要讲黄粱梦，结果琴日发咗个梦，我发咗个梦咧，咁我去到一间我好中意嘅酒楼，同埋屋企人去饮茶。你知道啦，好嘅酒楼咧，梗系好多人去饮茶，要霸位啊嘛，吓。咁我话我有啲小聪明，一路以嚟咧就同我啲酒楼嗰啲部长啊、侍应咧混熟咗，啊，即系培养咗感情啦。啊！咁因此咧，就一去到个酒楼，带埋妈妈咁去酒楼，咁啊好多人都好咧，佢俾一个好靓嘅位置俾我，有一张大圆台，可以坐到12人嘅，咁我就安顿咗我屋企人，我妈妈。咁个台面上边咧，就我就叫咗一碟我好喜欢食嘅食物，就一碟叉烧摆咗度。我话咧嗱，你哋享用先。我去一洗手间，咁跟住转一转头翻嚟一望，
成張圓桌變為由十二人圓桌變為一張八人嘅六人嘅圓桌。咁六人嘅圓桌坐唔到噶嘛？咁因此就建一個部長咧，就擔一張四方桌喺個圓桌隔離啦，加位。咁我話咁都得咁樣，我話唔得嘅喎。佢話唔係啊，楊先生，因為咧隔離嗰張台咧要變十六人大台啊，所以一定要偷位啊。佢冇辦法啦，你由一張大台變細台，再加一張四方台，咁搞到我碟叉燒都唔見咗啊！咁我呢個客人坐喺度咧就好彷徨咁樣。咁我於是咧，我竟然間咧用普通話同個部長講。我話你做乜要欺負我呢？你欺負我啊！咁你唔行唔行？咁跟住咧就好怒氣。我話點解啊？點解你咁樣對我？點解咁欺負我？跟住咧就扎醒咗。咁原來我發咗一個叉燒夢。呢個叉燒夢即係話俾我哋聽咧，就係話我苦心經營咗十幾年嘅感情，攞到一張好台，但係。一刹那间，呢一班同我有感情嘅职员咧换咗第二批人咧，我嘅优惠，我嘅感情就冇咗，系一刹那间。所以我去厕所之前有一碟叉烧，有座靓位，但我翻转头咧乜都冇晒。咁呢样嘢就系我阳春堂嘅叉烧梦，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即系吕洞宾，我唔系吕洞宾，但系。道理就是说世事无绝对，你苦心经营没错，你希望有好报，但是不要执着，凡事呢是无常的，这个是佛教的无常，你估不到啊。那我不是一个高人，我竟然间用普通话去说你欺负我，我要争取，但如果我是吕洞宾呢，不要紧，埋单我去底都识啊，不需要争，是吧？咁呢個就係黃梁夢咧，對中國社會好大嘅啟發。嗱，我冇呃你哋，我頭先我叉燒夢真係琴晚發出嘅，因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多謝各位。